烧土豆卖好不好？烧土豆卖行不行？那同学就过来就，老板这个土豆多少钱？这个土豆多少钱？那我也不是陈老板了嘛，对不对？这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我也去烧土豆卖，可以是吧？阿紫答不成，你去吧。阿紫，熊墨在吗？熊墨不在啊，家人们，熊墨不在，做电商是吧？对，我也有这种想法，家人们，我也有这种想法，真的，我觉得我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我那么多叔叔阿姨干爹干妈，然后我干爹干妈们还去别的直播间里面买那些，就是你们又不清楚好不好，对不对？那种去都是，反正你们都是需要生活的嘛，对不对？还要去买别的地方，那我为什么不给我家人们干爹干妈们去找一些好的东西，然后也把我自己提升上来，然后又给我家人们就是找好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真的很好的事情啊。以后电商也不好做了是吗？阿紫学电商，是可以的，小莫好样，了解一下可以的。哎呦，又来了，家人们，你们又来了。哎呀，难道你们还想让阿紫当不是什么？当不是小三，是当人？那你们还想让你们女儿这样子吗？不能开玩笑的，知道吗，家人们？不能开玩笑的。我都说了呀，我以后要先把我自己强大起来，我再去，找我的白马王子，好不好，家人们？阿紫要都阿紫爹学习，跟干爹干妈们都学习。好的呢，我以后每天都要跟我干爹干妈们学习，好不好？我也每天抽空时间来跟我干爹干妈们学习，好不好？阿紫有梦想，想成真，对，必须得有梦想。我的梦想是什么呢，家人们？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就是我能给我家人们分享好的东西，然后我也能给就是很多能就是帮助很多很多困难的人，然后我希望我能帮助很多很多困难的人，然后我希望也能帮助我家里的亲戚朋友身边爸爸妈妈，然后我也能希望能帮助就是我干爹干妈们分享一些好的东西，虽然我帮助不了你们什么，你们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我希望我能通过这个网络给我干爹干妈们能分享一些好的，就是能帮得上你们忙的一些东西，然后我的梦想还要祝我干爹干妈们每个干爹干妈都要长命百岁，然后身体健康那种，知道吗？每天都要不喜欢阿紫的那些干爹干妈都要每天都要来阿紫直播间里面唠叨，那样子阿紫就开心了，真的，我虽然我知道也有很多叔叔阿姨是很不喜欢我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不喜欢过他们过，毕竟还有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他们以前骂过我干嘛的那些，我也没有不会不喜欢他们永远都是在我的心里面和脑海里面，永远都是我的干爹干妈，都是一样的，都是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在骂我的时候，我在想应该他们就是太关心我了，就是关心过头了。所以他们就是太关心我了，太在乎我了，所以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个干爹干妈，不管喜欢阿紫也好，喜欢不好的也好，我都觉得是我的干爹干妈，我们都是好阿姨、好叔叔、好哥哥、好姐姐，好不好？都是这个。不要提那些闲话是吧，没事的，因为那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所以呢，我觉得都差不多嘛，都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的呢，有可能我换一个角度来想，有可能他们就是太关心我了呢，对不对？有可能他们就是太关心我了，关心够头了，所以他们才那样子说的呢，对不对？谢谢你们的点赞，谢谢帅哥节目。回大凉山会去家人们，什么阿紫啊，你谢谢正能量，谢谢。哇，我们站在一起点到了100多万了耶，家人们，我们站在一起点到100多万了呀，太棒了。阿紫是一个善良的姑娘，爸爸妈妈善良，女儿就会善良，因为我干爹干妈妈善良，我才会越来越善良，好不好？那你们善良，那我做不善良的事的时候你们会说的呀，对不对？那我肯定不
不做不出来那种不上脸的事呀，对不对？你看我现在干爹干妈妈多团结，那每天都是阿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那么多干爹干妈在管着我，我能不上脸吗？对不对？我能不上脸吗？我想不上脸都不行啊，对不对？我那么多妈妈和那么多干妈妈，还有那么多干爹爹在管着我，对不对？算一个金吗？啊，只要有自信。好的，我现在有我的家人们，我必须得有自信，必须得有自信，不能让我干爹干妈们丢脸。爱你们哟，给你们一个小心心，好不好？阿子说的都是大实话。对呀，我有那么多干爹干妈都是好的。那哎，你们觉得家人们，你们想一下，如果我家人们都是好人的话，都是好的话，你们觉得我会坏吗？不可能呀，对不对？不可能呀，对不对？怎么样子的个爹妈就会教出怎么样子的小孩，对不对？所以呢，你们那么好的干爹干妈，我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我相信我跟着我干爹干妈会越来越好，真的。这是我能相信，我真的很相信这一点。我没有，就是我不行，就是也没有想过，就是做的多厉害怎么怎么样啊。但是我相信我做人和这个人品的话，我相信我跟着我的干爹干妈总是不会错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都没有一个是人品差的，真的。你们看一下我的直播间里面现在有人在说不好的话吗？对不对，家人们？我们都团结呀，都团结呀，对不对？都是正能量满满的，都是正能量满满的。手都点软了，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不要点了不要点了，差不多就得了，对不对？差不多就得了，已经一百多万了，谢谢玛丽阿姨给的星星，已经差不多就得了。下来的宝贝，你是最棒的。好的，干妈妈，我会越来越棒的，好不好？点200万，真的吗？真的给我点200万吗？这样的我好开心哎！但是我觉得你们给我，我知道你们也是支持你们的宝贝女儿，一直在不停的在点，就是手已经很软了，很痛很酸了，你们都还在点。但是呢，我宝贝女儿也是心疼你们的嘛，心疼你们的嘛。我也点过，我自己这样子点的时候，我的手会很酸，我也心疼你们，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得了，家人们，差不多就得了，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辛苦了，大家一起点。快点到200万，真的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家人们，我也心疼你们，真的。虽然点到200万我很开心，但是呢，我也心疼你们呀，对不对？谢谢你们支持。哇，谢谢哇，你们都去点赞了呀，真的都去点赞了耶，那个赞赞一直往上升。哎呦，干妈妈和干爹爹们，你们真的太爱阿子了，真的，你们真的太团结了。我相信没到一两分钟，你们就把那个刷杯点赞点出来了，真的。不要提黑粉的，没事的，黑宝宝们的话，我没事的，家人们他们讲也没事，他们说什么我就听这边出就可以了，对不对？这边听这边出就可以了，好不好？干爹爹干妈妈们，他们这边讲我就这边出，好不好？能听得进去我就听下去，听不进去我就听这边出，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谢谢。来，我们能不能把刷杯点赞点出来？因为我好久没看过刷杯点赞了，我在想你们会不会把刷杯点赞点出来。我一直在这里看着，一直在这里看着。凤梨很好吃，点了5星好评，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对，你们在阿子直播间里面拍了的东西，你们觉得真的好吃，真的好用？不好吃和不好用，你们就回来跟我说，知道吗？嗯，真的好吃，真的好用的话，你们就把那个5星好评点上，那样的话，你们的宝贝女儿会越来越优秀，知道吗？家人们会越来越优秀。宝贝女儿很开心，对，你们开心吗？你们开心吗？我也很开心，你们开心吗？芒果收到了，芒果你们收到了。如果还没熟的话，你们就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青色的话，你们就是把它放下来，就是放着，然后你们想让它快点熟的话，你们就买一两个苹果放在上面，它就会熟得快一点。如果它想让它自然熟的话，你们就不要放苹果，好不好？不要放苹果，它自然就会熟了，好吗？阿紫你开心，我大家都开心，对我也开心。开心的扣个一，好不好，家人们？开心的扣个一，好不好？
开心的扣个一好不好？只喜欢我们的宝贝女儿，我也只喜欢我的干爹干妈们，好不好？失去谁了，我都不能失去我的干爹干妈，好不好，家人们？不能失去我的爸爸妈妈们。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们也不能抛弃你们的女儿，知道吗？你们不能抛弃你们的女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哇，你们都好开心啊，我也爱你们哟，我也爱你们哟，我也谢谢紫薇阿姨送的墨迹，谢谢，还有谢谢我紫薇阿姨，她给我寄衣服呀，这些那些，还有好多好多阿姨们给我寄衣服，寄漂亮的裙子，还有寄鞋子，好多阿姨们都在寄，真的感谢你们，我在阿紫在直播间里面感谢你们，还有就是帮助阿紫的，还有就是给我发红包，就是让我买裙子这样那样的，真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真的对我太好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们，有的时候，唉，有时候这样想一想，我的心里面真的很过不去，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实力帮助你们，我没有实力帮助，就是回报你们。我知道，其实你们也就是没有图我回报你们什么什么，你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你们女儿才那样子，但是我的心里面很过不去，知道吗？就是很过不去，很感动，很感动的那种，家人们。谢谢希尔，谢谢，谢谢送的墨迹，谢谢。阿紫，你怎么不讲微信？因为有太多叔叔阿姨在那个私信了，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看不过来，也回不过来，有时候没看到，没看到的时候，请大家能够见谅阿紫，好不好？谢谢你们。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看不到，知道吗？我们永远都支持你。好的，谢谢阿紫，这两天累了，很累了吧？这两天，说真的有点累，真的。我现在是开了美颜的哟，没开美颜的话会吓到你们的哟，我已经被上黑了哟，家人们，我已经被上黑了哟，我现在是开了美颜的，没有开美颜的话你们都不认识你们女儿了。啊，只要相信强大，然后自信，然后回报我们。好的好的好的，干妈妈们，我要把自己强大起来，现在我没有实力的时候，你们在帮助我，给阿紫每天的安慰，给阿紫每天的关心，给阿紫每天的问号，给阿紫每天的暖暖的回报和拥抱，这些就是大大的爱。我以后等阿紫有实力了，我就会去找我这些干爹干妈们回报你们，好不好，家人们，真的。不管我以后有没有实力，但是我现在是真的有这个心，但是有没有实力这些我就不知道了。阿紫亲亲不需要，等一下我看一下，阿紫亲亲不需要回报，只需要彼此开心快乐。对的对的，我们只需要我们彼此开心快乐，好不好，家人们？阿紫每天要更，每天更美好，对，要去奋斗。好的，我会去奋斗的，加油的。因为你们看，你们我们很，我来刷个节目，跟阿紫认识一年，我看一下我在这个视频上已经多少年了，已经一年了是吧？跟阿紫第一个视频认识到现在的阿紫的，扣个一好不好？就是都扣个一好不好？阿紫的老干爹干妈们，就是老，就是意思就是陪我很久了的那些的意思，扣个一，对。你们看，都是不离不弃的，一直都在陪着阿紫，因为你们知道呀，你们知道，怎么才来到了这个网络，因为都是，通过了一个视频，才认识了那么多人，才接触到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你们都懂，你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懂，所以很多叔叔阿姨都一直都不离开阿紫，因为你们就像你们陪着一个你们自己的女儿从小长大一样，你们从一年前陪着我到现在，就是我就是像你们的宝贝女儿一样，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你们看到现在做了什么，干了什么，然后又付出了什么，然后又失去了什么，然后在这个中途又伤心过，难过过，哭过，痛过，心酸过，你们叔叔阿姨，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的话，我知道你们永远都不会，因为你们都明白，所以呢，相信你们永远都不会去，离开我那种，知道吗，家人们？所以呢，我也希望我叔叔阿姨们就会一直陪着我，不管我以后会怎么样，不管越来越好也好，不管不好也好，我希望就是一直都陪着阿紫，好不好，家人们？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对阿紫的支持，感谢。说实话，你们看一下我，看着阿紫心酸沉沉，就说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好的，玛丽阿姨，我会越来越好的。唉，真的，唉，真的有，就是
这事情嘛，从头说到尾的话，真的说都说不完，所以节目也有心酸，也有快乐，也有伤心，也有